大家好，说一下今天需要关注的新闻。先说呢，美国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呢退选，曾经呢被称为是董王特朗普最大的威胁。这是呢，昨天当地时间的21日晚，德桑蒂斯呢宣布退出2024年的总统大选，并表态将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呢，上周德桑蒂斯呢在他们共和党的党内初选中以极大的落差呢，在特朗普后边呢位列第二，这也帮助呢德桑蒂斯认识到自己其实没有这个机会能战胜董王，成为共和党推出来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因此呢，不得不采取共和党的策略嘛，就是说你既然当不了，咱们也不要党内分化这选票呢分到两个人身上肯定是不可能的，一定要选出一个候选人，那你也不用想了，你就无脑支持我们董王吧。如果说你说我不听，对吧？我这个什么出走是吧？我单独成立个党派，对吧？像台湾那儿不这么玩吗？成立党派我出走是吧？然后那等于你是在分你们自己的票啊。所以呢，与其这样，那不如呢，你要还想在这个美国大选中去混，你必须依靠我们驴象两党里面的其中一党。那至少在象党里你是不可能的啊！你不要想了，你出去之后呢，让你在美国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脑支持我们唯一推出的候选人，也就是董王，好吧？这是个政治策略啊。说此前呢，德桑蒂斯被称为特朗普党内最大威胁嘛，但是这次退选之后呢，董王就稳了至少党内的这个选举是稳了。这样的话呢，特朗普唯一一个共和党内的候选人呢，就是前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叫黑利。然后特朗普呢已经说他期待与这个德桑蒂斯合作呢击败这个拜登实话，这个你一看照片呢，德桑蒂斯这个脸有点像纸牌屋我们里边这个 Mr. Underwood 或 President Underwood， 就是木下大统领，长得就很有这个总统馅德桑蒂斯呢在发表这个退选感言之后呢，明确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称自己呢曾与特朗普呢存在分歧因为之前这样就是我有印象呢，特朗普在这个党内初期竞选的时候，德桑蒂斯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是抨击过特朗普的，那时候呢两边是党内竞争对手，所以攻击呢很正常。但是你瞧美国这个政治体系呢，就是愿赌服输你既然已经输了，我们就要呢无条件听从命令，党内一盘棋，对不对？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要再去分散资源，搞这种党内资源整合大一统不要各自为政总之呢，德桑蒂斯说自己虽然与特朗普呢存在分歧，但是特朗普优于现任总统拜登，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黑利，为啥呢？就是现在呢，他已经站在特朗普阵营同一边，是不是？那个黑利呢，就成了特朗普呢唯一党内的竞争对手。尽管呢，我觉得黑利应该是干不过这个特朗普的。而德桑蒂斯呢，现在尽早支持特朗普，还有一个好处，可能以后呢，如果说董王击败了拜登，他有可能在白宫里边呢，或者说他们这个州里边呢，获得一些更好的一些政治兑现。很多人参加党内初选，他并不一定，说是就100%奔着美国总统就过去了，他有可能呢是趁着去竞选，然后呢在党内获得更多的关注，就跟小孩似的，对吧？就是我比较能吵我就有糖吃嘛而且你也能看出来，他获得很多选票。这样的话呢，他在党内是有他的政治影响力的。有多少影响力呢？你出来呢竞选一下，跑一趟路演一趟党内知道这哥们儿可以，对吧？这哥们儿能调动起比如预计多少万选民来，是吧？你给影响力就等于有一个可以目测的衡量嘛。这党内去分配资源，好的职位好的机会对吧？就想着你嘛。根据这个特朗普的工作人员呢分享的一段视频说特朗普呢在这个竞选总部停留时呢谈到了德桑蒂斯退选一事。特朗普称呢，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我们对手之一非常有能力的德桑蒂斯呢退出了竞选，罗恩退选也在支持我们说完话，董王支持者开始高呼川普就开始了。走的时候呢，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网，果然福克斯那时候开玩笑嘛，说董王呢一有点事就往福克斯跑，为啥呢？因为 CNN 不采访的说非常荣幸得到德桑蒂斯认可，我期待呢与他一起努力击败拜登。拜登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最腐败的总统好吧，之前没什么感觉至少说这个在这个爱泼斯坦的性奴岛洛丽岛事件进一步发酵之前其实没感知，但是后来呢发现有些照片让我这个对这个民主党人的这个感官呢就极限下降尤其是有这个董王很多照片跟那个小洛丽凑一起，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可能记者呢就训姿势，对吧？特意拍了一些可能角度不太好看见有些暧昧的一些照片，但是你作为旁观者我觉得就有点恶心，你知道吧？大老头子，对吧？颤颤巍巍的都拉屎撒尿都开始露了，把这脸呢贴在这小姑娘小萝莉身边，觉得就怪恶心的所以我对这个民主党呢这个观感就不太好。你相比之下呢，共和党看来好像就好一些，为啥呢？像董王是吧，人就喜欢金发大妞尤其喜欢这个大毛斯拉夫人金发巨乳就这种成熟男人的审美，是吧？就跟这个民主党这帮恋童癖就不太一样就比较传统直男。
美国的评论人员认为呢，说德桑蒂斯呀，虽然令支持者失望了，但更多人表示德桑蒂斯已经做得很好了，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现在呢，无论如何也无法从特朗普手中啊，夺走大批共和党支持者。说目前阶段呢，是为了避免啊，在超级星期二之前为这个争夺党内候选人提名而花费巨大的耗时较量。补充了说，这个超级星期二呢，是在美国的3月5日举行，届时呢，美国16个州和地区的选民啊，将对党内提名人呢进行投票，就是说进岛下去，对吧？你到时候再上去，分段选票就不好了，嗯。而且补充信息嘛，德桑蒂斯今年呀才45岁，很年轻，对吧？就是董王干4年，哪怕再干4年8年，那会儿德桑蒂斯呢可能才50多，是不是？那有的是机会啊，是不是？那董王都70多了，跟拜登的老头80多俩人竞争，是不是？那有的是时候啊，董王以后不干了，你说谁会被扶上去？德桑蒂斯还是很有这个希望的啊。而这个德桑蒂斯呢，他的第二个佛州州长的任期呢还有3年届满啊，目前尚不知道呢下一步计划是啥啊，很可能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呢做准备。而其实当州长啊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你的这个任期内呀没有干完，你就去干别的去了，比如说我去竞选总统的了，你的选民呢会认为，哎，我选你当州长，对吧？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这个你能为我们这个佛州，我们自己州呢，获得很多好处，把你的精力时间都花在我们州的这个行政职务上面啊。但如果你去选总统了，那你肯定会耽误你本职工作，对不对？那你肯定就干不好我们这个州的本职工作了。那我选你干嘛，对吧？我选你公爷爷是不是啊？你选去当总统了，对我佛州有什么好处吗？啊，没有任何好处嘛。所以很多人是比较反感啊，在职州长去竞选总统的。嗯，评论区啊，这个说，前一天呢还在痛骂对手呢是恶棍流氓，第二天呢就表示双方只是分歧。如此政棍，政治岂能不败？大势已去。在美国的中国人呀，还是早做打算啊，不远处集中的铁丝网啊，已经依稀可见，是吧？可能很多老朋友们都忘了。当年这个董王上台时候啊，其实对于这个移民啊、少数族裔啊不是很友好，包括说建墙是吧，说减少移民啊，以后只限制这些啊，可能这些比较高端的移民过来啊，所以很多支持董王人呢本质上什么呢，是这个有点过河拆桥啊，反正呢我就已经有选民资格了啊，我还担心后边移民干嘛啊，后边少移民更好啊，少移民的话呢以后我孩子是不是那个小学的位置比较多啊，我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啊。其实很常见啊，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的屁股在什么位置上，他自然就会去考虑他这个屁股呢更适合他利益的一些事情啊。但你说呢会不会出现铁丝网啊，这个只是个梗啊，也没有人真的会认为董王呢会对这个美国华野弄个铁丝网什么的。有人分析嘛，说这个德桑蒂斯退选呀，其实还比较鸡贼啊。说比如说啊，特朗普的目前的竞选伙伴就是副总统这个位置呢还没有人，对吧？那有可能是那个前面那个女的黑莉啊。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大姐啊，她是前联合国呢美国的常驻代表黑莉啊。说也有可能是德桑蒂斯，对不对？假如说呢副总统是选了黑莉了没找他，那可以继续当佛州州长嘛。好吧，然后呢说完这个总统大选呢，再稍微说一个商业新闻。苹果呢发布了 Vision Pro 啊，结果呢首发被抢到这个官网崩溃了啊，非官方溢价呢到数万元。这是呢苹果的首款 MR 头显设备，就是头部显示设备。这预售呢刚开售几分钟，预定服务器就被挤爆了啊。目前呢预计交付时间呢排到了3月。最便宜的版本呀是 256GB 的，是3499美元，约合人民币呢2.5万元。贵的话呢是2.67万元，还有2.8万元。而国内呢想代购基本上4万元到8万元不等啊。然后呢库克老爷子呢 Tim Cook 啊将 Vision Pro 呢视为一款革命性的空间计算设备。而就像是苹果笔记本让我们接触到个人电脑， iPhone 呢让我们接触到移动计算一样， Vision Pro 呢将向我们呀介绍空间计算。他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啊，所以这个高昂的价格呢和成本对于果粉来说啊肯定不算什么事儿啊。好吧，你看看起来呢就这么个玩意儿。戴起来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非常还是有科技感的啊。你像我小时候玩这个命令与征服里边这些大兵带来这种红外线视线仪啊，就有这种感觉，就这种科幻感。你像呢苹果公司呢靠它的软件啊获得了很多这些号召力啊。比如说它号召迪士尼等等这些有 IP 的内容出品公司呢专门为 Vision Pro 呢打造 VR 体验内容。说可以看图片啊，看视频，玩游戏是吧？还有各种应用场景啊。至于最后到底有啥啊，我们拿到现货才能知道了。然后外网呢有很多大 V 呢用了一下，发现呢有些问题啊，比如说续航时间比较短，大概呢只有2小时，而且佩戴感呢就戴时间长了，有可能呢会头晕啊。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啊，因为就是他眼睛视觉的感知和你耳部听觉的感知总是会有一个这个时间差。这个问题呢几乎是无法完全避免的，除非什么呢除非以后说脑后插管，你脑后边弄入一个接波神经元单位，插着管的吧直接连去了，相当于连了个网线是吧，那个延时感可能就好多了。为啥呢？你的听声都不是从你耳朵听到的了，它是从你神经里边直接刺激你的感觉，向你传输了各种视觉和听觉信号。有人说呢这库克呀自从接了这个乔布斯的班之后呢一直没什么创新，所以库克呢自己可能啊是比较重视这款产品的，他认为这玩意儿能彰显啊我跟我们乔帮主啊也一样，我也能做这个创新是吧，所以他可能会比较重视啊。
但大多数人呢还是认为说在软件上呢可能还比较悬，比如说你很难想到为了这个 VR 设备专门去做一些游戏啊，可能像什么啊什么水果忍者啊是吧，就类似的就差不多了啊，原神玩不了。行吧，今天假新闻说这里，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长按推荐一键三连，谢谢大家。